麦艾伦喜欢音乐，好的音乐。如果你有读他的作品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讲到真正适合基督徒听的音乐。他曾经跟他的孙子们说，孩子们，我们必须在这里学习锡安的歌曲，就可以加入那边的天使合唱团。他对天使合唱团是有所了解的，因为他不止一次听到天使合唱团的歌声和异象了。事实上，我和华伦最小的孙女格雷西聊天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让我很震惊，原来有些情况，但当然不是常常发生，但有些时候呢，有阵时怀师母，当佢嘅祖母早上起身，从佢卧床起身，佢就会问佢屋企人：琴晚有冇听到天使合唱团唱歌啊？个个都话冇啊，我哋琴晚冇听到天使唱歌啊。咁当佢哋屋企嘅各人互相倾下嘅时候咧，就得出结论，就系有阵时天使会喺罕见嘅情况底下咧，上帝会差派天使合唱团嚟到为华亚伦唱歌，帮佢喺晚上舒缓他所背负的重担，因为上帝知道他的信事所背负的责任。那这一件听过天使合唱团唱歌的趣闻的事呢，就发生在华亚伦一次祈祷发言的时候。当然在祈祷会当中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 Battle Creek 的疗养院里面，当然是每个星期有一次的祈祷会。那当时的会众在这里就嘿唱，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的，即是口噏噏咁样唱，心不在焉嗰种咧，咁佢就喺我哋唱到一半嘅时候咧，就揿停我哋啦，就话兄弟姊妹们啊，我听过天使唱歌系点嘅，绝对唔系咁嘅，佢哋带住感情同埋表情嚟唱，我哋系咪应该可以唱好啲咧？咁结果就系大家都唱得好咗好多。华亚伦最喜欢嘅赞美诗，可能你会并不觉得奇怪，就系耶稣。爱我灵的主，咁你只需要谂一谂呢个妇人所写到有关于耶稣嘅书，嗰几本好流行嘅，佢所喜爱写到有关耶稣嘅书，譬如《历代愿望》啊，《十级咒诅》啊，甚至系基督同佢嘅天使与撒旦同佢嘅天使之间嘅善恶之争，所以无怪乎耶稣爱我灵的主就系佢最喜爱嘅诗歌。咁我哋点知嘅咧？因为好多人都有话。怀斯姆是喜欢各种不同类型的赞美诗，但是在1906年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面就说到，当他在一个地方讲到之后，他就说他喜欢的赞美诗就是耶稣爱我灵的主。在早很多年，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日记中，他没有想过别人会读到他所写的，他用手写了两节赞美诗的歌词，然后他就写下说，我整个人都在渴望主，我是不满足于偶尔见到的闪光点，我必须要更多，我需要更多。他完全爱上耶稣的样式，甚至在他最喜欢的赞美诗中表现出来。